残眉凤眼，五缕长髯，绿袍金甲，手执青龙偃月刀。关羽，从历史人物到民间流传，以及充满英雄传奇的一生，被后人尊称为关公。千百年来，关羽身上所蕴含的忠义思想影响了中国传统社会。在戏曲文化中，生行甚至专门衍生出红生的专业门类，画红脸、挂美髯，一代英雄人物在戏曲舞台上焕发出新生，许多以关公为题材的剧目被称为红生戏、老爷戏。这是35年前的一段录像，剧中关公的扮演者李鸿春被誉为关剧宗师、红生泰斗，他创立了京剧红生艺术流派。这一年90岁的他，是他有生之年的最后一次登台，他为中国京剧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李鸿春嫡孙李梦嘉，北京京剧院武生演员，自幼跟随李鸿春及父辈学习红生剧目，挖掘整理了李鸿春传统红生戏。京剧艺术230年的历史，在这个历史长河中涌动了一种不息的精神力量，就是薪火相传。李派红生艺术作为红生艺术这个京剧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剧目类型，一个流派类型，它有着丰富的储备，所以孟家能够决心把其中的30几出进行系统的挖掘整理，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举措。红生戏呢，到现在为止它是特指的就是关公戏了。关公呢算是红生行当，怎么理解它呢？它是生行，不是净行。生行的化妆化到这儿，虽然关公勾红脸，但是他不像花脸勾的那么高，他还是在生行的这个化妆的范围。带胡子我们叫髯口，是三绺，这个三绺呢也是老生的生行的髯口，所以说从化妆到装扮都是在生行的规范里头，所以他是生行，绝对不是净行。咱们北派的老爷戏过去就是岔，就是神举着刀过河，真正把老爷戏成了独一门的红生戏是我三师爷王洪寿王老前辈，就是老三麻的，他添了舞刀，添了汤马，整个行头服装道具都给提高都改了，是由他那儿。我父亲继承下来以后呢，就是又增加了一些东西，他又增加了多了增加了几出戏吧，我本来30多出，我父亲一共40多出了，40多出戏。另外呢，我父亲有些个东西可能又加强了一些，又有所突破。红生戏不同于花脸、武生和老生，却需要有花脸的工架、武生的功底。老生醇厚的念白和唱法，扮出相来威风凛凛、气宇轩昂，具有威严震慑之美感。红生这个行当啊，就是一独立的行当，就还是说的唱念做打舞手眼身部的范儿全都不一样。
所以你都得明白了，我父亲老说得是上乘传授你个人的悟性，你得琢磨。老爷的亮相同时一个亮相，有戳刀亮相吗？古城会是古城会的亮相，就是走麦城是走麦城的亮相，就分得要清楚的。就说带着胡子年龄段不一样了，古城会正当壮年呢，所以他戳刀的亮相跟走麦城整个这个惨然后了年龄身份地位都不一样了，亮相不一样，都是戳刀。就比如这个比如说作为古城会这亮相嘛，蹭蹭蹭蹭戳刀，蹭七到这儿打，是这么一劲头。但是说走麦城惨三了，地位不一样了，荆州王整个辖管三军，威震华夏，所以这个蹭蹭的嘛戳刀蹭七，这是啪，眼睛视觉都不一样。所以说有些人就感觉是一两下戳刀两下，这都不一样，都很讲究。在戏曲舞台上，李鸿春对鸿生戏不断提炼升华，形成了雄壮而不失儒雅的李派艺术特色，出色地塑造了关羽的凝重、威武、儒雅、高傲的舞台艺术形象。紧急司令长，官兄不必多虑，丞相大爷。这回这个老爷戏呢，演的是风金挑袍和古城会训弟。挑袍呢，是我在北京京剧院排演的第一出关公戏。古城会呢，是我在家里学的第一出关公戏。那么我们这个戏班里原来有一句话，老说这个有的演员一清二魂三不见，就是头一次演最好，之后差点第三次就更差了。我选择这个戏呢，就是希望把这个扎实的基础展现给观众。风金挑袍被视为鸿生戏的必修剧目，集唱、念、作、舞为一体，经由李鸿春加工后，成为一出极为考验演员艺术素养的重头戏。该剧讲述关羽在汝南之战后，得知刘备在袁绍处不顾曹操、张辽等人挽留阻挠，毅然挂印封金离开曹营，护送甘糜二夫人一同投奔兄长。曹操追至灞桥送别赠袍，关羽刀挑红袍而去。我就是试着呢，加里一些这个人物的感情在里头，把这个关公呢，演得更像人，别太像神。其实在这方面，我爷爷已经也进步了。过去关公呢，北派唱关公啊，就是神，坐在那儿不许动，唱一晚上，动越少越好。后来呢，师老祖呢，王洪寿先生呢，创造了关公动起来了，汤马呀这些有身段了，就是南派的关公有身段了以后呢，就是从这个神往人靠近了。我爷爷在从三老板那儿学下来，又把它丰富了，动起来幅度更大了。其实我爷爷已经把这个关老爷从神演到人了。我们为什么能发展到鸿生，它有它特定的规范了。你包括上来这老爷的眉攒怎么使劲，眉毛怎么使劲，眼睛怎么使劲，不是闭上眼睛。有的人包括说书的都说老爷不能睁眼，说老爷一睁眼就杀人。
我们说了，说他不是瞎子呀，你演员你要传达给观众的东西一定是从眼神，所以你要老闭上眼睛，人家观众一看这瞎老爷不行，可是呢眼睛又不能瞪得特圆，你瞪得特圆呢，人就觉着老爷丹凤眼，你又不是那个眼睛型。所以洪生我们规范眼睛是什么样，眼睛含光，含着要有光，不能这样，你这样眼睛是没闭上，没有光，死羊眼不行，没有神不行，你还得有神，眉毛得使劲，你脑门得使劲，你的颧骨得使劲，鼻子得使劲，这是家里都有要求，你看就脸上就这么多地儿使劲，身上手怎么攥拳，拿着马鞭这个手大拇哥使多大劲儿，食指使多大劲儿，伸出去马鞭的角度在哪，太往前了老爷显着拘谨，太往后了奢礼着不规范，在这儿你怎么能够在这儿给他规定住，这个都是死的。站有的时候拿青龙刀一站，老爷要求背膀扇，这也是洪生的规范，背膀扇这俩肩胛骨要往后背，背膀扇这儿得用气，你膀子往后一背，有的时候就容易探脖，脖子还不能探，背膀扇还得低了腰，哪一块脊椎骨使劲，哪一节使劲，哪节劲儿大，哪节劲儿小，都有要求。本于足下，自汤元帝末，时至崇圣寺，今获中道相为可恩断义，君必欲摧功名图富贵，本愿献首级以成全功，师伯今年四代来年四代来。关于捋髯口，一般的捋出来，你脑袋特点得环状，这是圆的，当然有特殊时候也是直了，在台上，但是一般要求，都是这是一个弧状，看着就漂亮。规范严格，不能松懈，是李派洪生戏的要求，也是李梦家对自己的要求。只有品行端方，才能展现出人物的正气与大气。做人学艺的过程中，李梦家以自己的理解践行着忠与义。那么我现在感觉呢，不是单是扮上演关公就可以了，忠是什么？忠于戏曲，忠于京剧。我们家几代人都是对这个京剧啊，拿京剧当命。所以有一段时间呢，我甚至改过行，是被迫改行。改行以后呢，我还能坚持练功。这个就是家族赋予我对京剧的这种忠心。你做人你有正气，你台上演的这些人物，这个气才能足，你的气场才能大。这一点是就是爷爷对我们的要求，包括爷爷去世的时候啊，这个事儿感触特别深。去世的时候，给我们全叫到床边，临走的时候，嘱咐我们说的话呢，就是说我一辈子做人没坑过人，没害过人，我走了，往后就瞧你们的了。这是最后一句话，后来就不说话了。这句话一直在脑海里头，就这一辈子一定要正。李梦家本次忠义千秋关云长的演出中，饱含了伯父李玉生、李润生、父亲李世生对李梦家的期望。他整个气势越来越好，这我比较满，气势跟话呗越来越上去，就整个身上的感觉，眼睛的用法越来越好，这是重要的。孟家呢，现在呢，作为我们全家嘛，就是这个洪生这个继承嘛，是我们家的一个希望了。因为这个洪生戏呢，在他来说是一种使命，但是在我们全家来说呢，是一种情怀。我觉得就不愿意让这个洪生这个行当呢被历史淹没，现在已经快淹没了。
李家人见证了京剧艺术的变迁，李梦家的坚守体现了他身后一代代李家人的梨园傲骨，更体现了关羽忠义精神不泯的传承。致敬先贤，守正创新，才能有勇气、有信心继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忠义千秋关云长，期待与您共同品味三国故事，见证鸿生门派经典传承。回应，拜退相迎。
敢来此城门，二将军请，不敢丞相听，如此你我万能生儿亲。敢仗天子洪福，丞相护卫，与何共之有？但不知汝乃何人把守？李典、岳进二位将军，他二人非帅才也。老夫已有令前南将，二将军以下如何？当凭丞相备得有酒，与二将军接风。还要到二嫂台前问安，改日奉陪，告不曾奉送。来马。丞相今日之兵，闻之刘备在湖北袁绍之处，关门之恐生去意，丞相不可不防。哦，那刘备现在袁绍处么？正是。本元丞相命你速去关羽那里，探听他的去心如何，不得有误。得令。关羽呀，是老夫强留于你，皆因我爱你特深矣。好我美人关云长，只用双拳飞旋的长，锐利攻心斗地军，威壮，
南城外打一仗，六匹弓弩百将长。参见二位曹操。二弟免礼。谢曹操。啊，二弟，你连日吃兵在外，可知你大哥的下落？这第九次兄长屡次吃兵探听大哥下落，未得音信，连日辛苦歇息去吧。谢嫂嫂。孙乾道谋大哥在河北袁绍军中，此事未辨真假，恐其有诈，故未敢明言。弟受曹丞相信恩随后，焉能忘却谋大哥的旧恩义？原来如此，二弟请起。
老嫂。张将军过府，嫂嫂请至后面。有请，有请。本院为何这等欢悦？恭喜关兄，贺喜关兄。喜从何来？公仆日南得了玄德公的下落，岂不是一心？故之所有音信，为何一起面何喜之有？哎，关兄，你我相交，何必玄德公与兄相交如何？本院此言差矣，我与兄朋友相交也，我与玄德兄朋友而兄弟，兄弟而君臣也，岂能共论何？啊，关兄，如今玄德公已在，何不袁绍军中，兄可往从否？昔日之言，安肯不一致？然则大丈夫要来民去不？然则就犯文员带兵丞相，舍关某不日一寻兄去也。弟告辞了，奉从。七爷固有相房啊，某在草阴数载，哪里来的故友相逢？什么友情？友情？故友在哪里？故友在？不相认，本来的不相认亲。请问公何人也？我乃南阳陈真，在袁绍帐下一位从事金凤流晋升。刘什么？金凤刘使君之命前来下师，是信安在？将军请看，请至迎宾馆待茶，而此暂时别，稍无可否？请。某大哥施行前来，待我谢天谢地。大哥，弟有罪了。本与足下自桃园地墓时至同生死，今何中道相为，隔恩断义，君必欲摧功名图富贵，本愿见首级一成全功，师父今年四代来命，四代来大哥非弟不欲寻兄，乃不知所在。
且问义不复心，忠不顾死，欲自有都市从之以利益，官阳穷爱与作伯桃之事，为一场不三叹刘青儿。某大哥失信前来，待我禀知嫂嫂，有请嫂嫂。某大哥失信前来，嫂嫂请看。有几位义官，何人前来相视？陈正先生，唤他前来。有请陈正兄。见过二位夫人，参见二位夫人。罢了，请问先生，皇叔今在何时？何本袁绍军中，可安海否？二位夫人用兵。二将军千不该万不该，在白马坡前斩了颜良。袁绍闻报，立时要向刘使君斩首。还在呀，先生快一些将来，好过使君用言语哄过袁绍。袁绍有名文丑，取之眼睛，又被二将军诛之。袁绍大怒，又将刘使君绑持辕门。夫人不必啼哭，还有下文呢。陈正兄，你快一快将来。使君负有这边，袁绍作罢。因此使我前来下诗。哎呀，二将军啊，你要速速离了曹营，与使君相见才是正理。吾来时明白，去时不可不明，必须禀明丞相方可离去。倘若曹操不允，日之奈何？哎呀，某宁可一死，岂肯留于此地？如此，就请将军休事，回复使君，以免使君悬亡，待某休事。关某后。暗供专教某大哥，说关某不死必去，不去必死。到此，哎呀，二将军啊，使君王宫犹如失火忘水的一般，你要速速前去的才是。到了，请。二弟，今得着你大哥的实信，就该赐草寻兄才是。嫂嫂亲至后面，小弟赐草，辛苦二弟。马童带马相逢。
长归是无影，曾进的袍此战马问候公儿进，上马进下马进的美丽使命大关羽破汝难，他问之兄儿心，因此上命张辽就探听真情，时而在待关羽了我的心神用的劲。为的是打动他扶我真心，关云长不忘旧，引人阔进回来忙平民丞相的亲，参见丞相。本元关羽去心之后，云长命末将转禀丞相，望丞相无失前言，不日寻兄去云长叫老夫无失前言，不日寻兄去呀！一真是哎，云长自尽我营，老夫待他十分恩厚，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赠金，下马献银，赠袍赐马，所赠之物不计其数，指望他真心相助老夫。如今闻听刘备音信，就要弃我而去。云长啊云长，你于心何忍？啊，丞相不必自叹，定有刘他之策。老夫自有刘他之法，本元扶儿上来。得令。即派过来。在。速将回避派悬挂府门，关羽至森就是老夫有紧急公务在身，一概免参免见。有人泄露，定然不待遵命。天门见二军侯罢了，烦劳通禀关某求见丞相。丞相公务未曾完毕，一概免参免见。又到了。
哎，来得不凑巧，丞相公不在身，不免暂且回府，候丞相公务完毕再来此行。带马。老君有准备一车辆，听候早晚。遵命。天教出宫，丞相公务一定完毕，戴某再去此行。戴马。见二军侯，丞相公务可曾完毕？未曾完毕。烦劳通禀，关某有要事面见丞相。丞相公务未曾完毕，一概免参面见，不与俺通报，待爷某传。回避此草公回避高挂，不免去之张辽营中，说明此草只是马虫，待马张辽营中去着。去至张辽营中，又退兵不见，定是他等设计，不用小弟立戳草而言。难道我姐妹就困死草衣不成？二嫂不必悲泪，请收拾行囊，无故启程。是此我姐妹即可收拾行囊。老君有准备一车辆，五谷启程。遵命。马童在将曹公所赠之物把一列粮饷传令下去，不可偷带，
若有偷带，大赦古怪，你也挂印封禁。二爷音信在此，俺不免将音信悬挂重量，以作来民去伯之交代。关某今日挂印封禁后，将印那信悬挂在中丈夫做事，须与日月同光。老君。You.只有诗信一封，送至丞相府中，速持伯门追赶你也。遵命。持两颗旗，举旗北，请二嫂登城。Thank you.
马冲台，御宴大宴马来。哈，将军罢了，将军意欲何往？奉丞相将令，另有公干，可有丞相闻凭录音？无有。我有丞相闻凭录音，不能辞官。阻挡官吗？辞官。去了，待俺报与丞相知道便了。进帐何事？云长可曾前来求见丞相？云长前来数次，老夫悬挂回避牌，不容相见，谅他无法去矣。奉了君侯命前来下书问。门上哪位卿士？做什么的？下书人求见。好着。是。请丞相下书人求见。嘿嘿，回避派无效了。传是。丞相唤你随我进来。是。叩见丞相，奉二军侯之命前来下书。臣上来拜相伺候。是。
云长有知信到来，待老夫吃开一罐。闯出关去，待我将真将他赶回。慢来慢来，汝等休趁血气之勇，想那关羽不忘故职，忠于桃园，心无二志，来命去不真，大丈夫也。汝等皆应学之，岂可鲁莽？启丞相，此番关羽何不寻兄使归袁绍？真乃日虎添翼也，不日追而杀之，也绝后患，望丞相思之。众得此言差矣，相武昔日与关羽曾约三世，今若失信于他，岂不被天下人小草不已？想那关羽才不能动其心，绝路不能移其志，天地之间竟有这样忠义之人，真是老夫心中敬爱。本元丞相命你速去留置关羽，让他稍后，待老夫持臣亲自与他送行。得令，快去。二位先生准备鲁子美酒，大红战袍，赠与关羽，以为日后之念。众将不学，暗带军器，随同老夫持臣与关羽送行。想与关羽送亲，你我何不在酒内下毒，灭却关羽？此计甚好，召集而行。臣那是暗中施毒计，两他难解之。
面烟尘四起，定是曹兵追赶前来。马童在吃粮过桥，大路进行，曹兵至此休得害怕，你也督战八零桥。车辆过国桥，是前来追赶关某回去之后，丞相知兄远行，特来相送，别无他意。好啊，便是丞相铁骑到来，某愿决一一死战。关兄不必多虑，丞相来也。丞相恕关某马上不能全力大功，公为何不辞而别？公此言差矣。关某前曾禀过丞相，今故知在河北，不由某不汲取，如此造福不得相见，故寡人奉金拜师告辞，望丞相勿失千言，何言关某不辞而别？不是，若曹取信于天下，岂肯失信于将军？恐将军前途乏用，特备鲁子相送。来来来，这有黄金一盘，而将军一为路不费。鲁某恩赐，尚有余资，留此黄金以赏军士，特意少筹大功于万一，何必推辞？区区未老，何足挂齿？真乃天下人士，恨曹无福，相留将军背得有酒，与将军见得心。you
桥头，曹猛的双手捧上荼蘼酒，张文远在一旁暗暗地皱眉头。我们当饮了这头酒，又恐怕曹操贪害关某，我们当下桥与他们来争斗，又恐怕难过八岭沟叫马童接过了荼蘼酒。在公尺斩银两之文丑，罗也见其功加引着青龙刀，他一臂之力，丞相怎安没休一击爆我头。好，烟雨火光冒，不由关某怒眉梢，这是猛的心尖跳，要害云长命一条，人儿见来人儿瞧，心里难逃某的心痛。老夫魂魄笑，他一个大胆的身体笑，回音他是地的不温柔。休得老夫九虎叫，叫马童看过了青龙刀，八岭桥刀桥。公尺猛三日一小银，五日一大银，上马献金，下马献银，青山铺盖，路不水长流，为晋之功，荣日一大宝，关某告辞了。哈哈哈哈哈哈。
关羽一人一计，吾等收拾余计，他安得不义？如休得多言，带马回城。
年买仓，刀法是无双。中原为上将，威名天下扬。老夫蔡义呀，只因刘辟公公二次谋反，奉曹丞相将令攻打日旦，今待黄道吉日正好吃兵众将官，兵发日南。好，只有关羽一路之上过关斩将，又在黄河渡口将轻骑将军刀劈马下。啊，哎呀，不好了！铁之神，关羽过关斩将，又在黄河渡口，江南外难亲戚刀劈马下，此仇不报，非为任你众将官。人马无去日南，追看关羽驱车。
二爷前面有一送礼，大家谢谢谢谢散一行，焉得即是马从贼。杨赤亮大瑞松林，谢谢谢谢赞一行，大瑞松林。请二位嫂嫂，二弟免礼，谢嫂嫂。二弟一路之上过关斩将，多受辛苦。弟何足道哉？一路之上过关斩将，二嫂多受惊恐，想猎雀草营，此事我也别听他报。齐二爷今有采样，带领人马与他外难亲戚报仇。小弟在此了无妨碍，因此后松林需要小心。马童在去至古城，他听大爷可在，遵命转来。哎，若于三爷他的心情不好，你要小心了。小臣知道了。臣那是不辞千里路，特来会弟兄。
兄皆白在桃园，蜗牛不打鸡擦个天。不信徐州曾失散，恼恨呐！红巾地踏王爷下朝文案，判信张明妃自也得，弟兄桃园结义，誓同生死，共赴汉室基业。不信在徐州失散，是咱老张来到这芒砀山，信息与大国相会，是咱起了芒砀，占据了这古文。嘿，没日昭君卖马，伺机而动。三军的，实在教场之上，尔等的武艺又发地精湛了，赏你们为求大家同饮的。谢三爷。离了松林地，来此石鼓城。本上哪位听旨？做什么的？范老通禀马童求见。候住，七三爷马童求见，叫他进来。是，三爷唤你随我进来。参见三爷。啊，了，奉何人所差？奉关二爷所差。啊！敢是那红巾的？正是我家二爷。轰了此去，轰了此去。小人有下请回禀。讲，我家二爷保定二位主母在松林等候，请三爷吃成一一天之口。那红巾的无人无义，忘却桃园民事。有始无终，真心想顺了奸的穷，有何面目来会弟兄？若要相见，除非是连阵叫。哼，小人有下请回禀。将三爷重禀，我家二爷有人有意，不忘桃园名声。嘿，有始有终，假意归顺奸凶。千里迢迢来回弟兄，殷勤讲话有一人不同。哪一国不同？三爷不同。怎么讲？就是三爷。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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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是这厮两腿快如风，我这一跳刺他过前后间。轰！三军的，有大
白马驰骋会他。啊，曾见着大爷，未曾见着大爷，倒会着三爷了。你三爷可好？三爷嘛，好。他讲些什么？三爷言道：“我家二爷无仁无义，枉去桃园名士，有始无终，真心归顺英雄。”留我面目来回弟兄，若要相见吗，只非临阵交锋。难道你不知二爷的苦处吗？小人怎地不知。你讲些什么？二爷容禀。小人言道，我家二爷有仁有义，不忘桃园名士，有始有终，假意相顺曹公，千里迢迢报嫂寻兄，殷勤讲话有一人不通。三爷问道：“哪个不通？”小人斗胆言道：“就是三爷不通。”怒恼三爷劈枪就问臣：“难道你等死不成？”二爷，如果不是小人两腿快如风，鲜血被他擦过，前后难从。三弟还是这样心傲，马童在语言
不行，来到黄河渡口，前进追赶。好。为何提枪就不迟？红剑敌呀，红剑敌，你归顺了曹操，有何面目来会弟兄？休走，看枪！怎见得愚兄相残？嘿嘿。以自己所做之事还来问我，谁人不知你降顺了曹操，那曹操待你十分的恩厚，三日小宴，五日大宴，上马赠金，下马献银，哦，还有美女使命是朝夕陪伴，怎知咱与大哥受尽了千辛万苦，休走，看枪！可知愚兄斩燕文而降，只顾我儿？嘿嘿，不提斩燕两只文仇欢则罢了，提起此事，叫咱老张好恼吧，好恨！你恨着何来？一切天的大笨，当年你我弟兄徐州失散，大哥战西袁绍认同，那袁绍请大将印亮攻打白马坡，被你刀劈马下，有在眼前，你知了问仇，那袁绍闻之就要将咱大哥推迟斩首，多亏咱大哥花言巧语才得红过，你害得咱大哥有家难奔，有国难逃，你呀，你看枪吧你！三弟当真不认愚兄，不认你了，果然。不认愚兄，我早跟你拔了香头子了。三啊弟，哼！桃园结义，天下皆知，
若是弟兄厮杀，岂不被人耻笑？你可打开口城，请二嫂进城，与兄下得马去，自问酬劳一定是。一入自问头罗一死，也免得你占三夜我动啊手死。开库城，请二嫂进城。三军的，打开库城，迎接咱二位皇嫂进的城。弟亲来上马、不不不，二哥不来上马，小弟我是焉敢上马，你我弟兄一同上马，一同上马，抬马，抬马。
将臣们金命，我爹的这已归顺了曹操，炸咱老张的古城，你倒是与不是？何吃此言？你抬头观看的。那些人马是哪里来的？此乃采阳追赶人马，与他外难亲戚报仇。你可打开库城，与众歇息歇息，立即斩采阳。哈哈哈哈！你的好计呀！你的好计呀！已与那采阳定下里应外合之计，他在外面杀，你在里面闯，杀咱老张国措手不及。哎，咱虽然粗鲁，我是粗中人有心，我不上你的当啊！难道你不念桃园？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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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咱老张一生一世就吃了这桃园的亏了啊！也罢啊！您在桃园结义，我赐你三统战鼓，十面骁骑，这头痛而过。金扣连环，二痛过，腹胯雕刃，这三痛而过。采阳防疫进城，斩不了采阳你呀，你这辈子都甭想进城了。你三弟愚兄过关斩将，我的历尽皆耻，还望三弟多次人马为师。再若絮絮叨叨，滚不累死大家。二爷斩了采阳，再与三爷点额连。杀！杀！前来的敢是关羽？斩！关羽，你过关斩将，又在黄河渡口，江南外难亲戚，刀劈马下，老夫我要冤啊冤！想吧。采三弟子出关谋，
二哥将蔡阳刀劈马下，国师真心相会，稍时进城，岂肯与我甘休？哎呀，这！我火有了，不免到大国台前求他与咱蒋国认亲，也只好如此。哎。徐州失散，思母惹地，只泪长母桃源结拜美名传，弟兄聚义闯江山，苍天不能随人愿，兄难抵悲过一天。刘备，弟兄自桃园结义以来，时同生死，重征寒食饥业，前者不幸在徐州失散，二弟与家眷失陷曹营，使我四海飘荡来到古城，心与三弟每日操演人马，一同载居，是才三弟带兵驰骋，也不知哪里来的人马，叫我放心不下。左右有伺候了，是否？哎呀，大哥，表弟我闯下了大祸，大哥你要救我一救啊！啊，三弟，你方才与何人交战？因何折的模样啊？哎呀，大哥有所不知，我那二哥，他回来了。哦，怎么，你二哥他来了？是啊，表弟在城外得罪了二哥，还请大哥与咱蒋国认亲。哼，怎样知府于你总是这样的莽撞，你二哥远路而来，你又得罪于他，我是不关你的闲事啊。大哥，还是与小弟我讲过人情啊，不关你的闲事啊。当真不关？当真不关？果然不管，果然不管。哎呀，他不管。
远来了，也罢，念在桃园的情分就与你江上好。哎呦，多谢大哥。你必须依我三件大事。哪三件大事？请问这一，卸去盔甲，稳端打扮。是的。这二，头顶香盘，取至城外，亲自迎接你二哥进城。敢问这三，跪在你二哥的面前，任凭他的教训。好，小弟我是渐渐依从。好，敬你去吧。是。这才是咱的好哥哥呢。左右右准备袍服，去至城外松林之内迎接二爷进城。遵命。正儿是弟兄十三十二年，今日一古城有我团圆。是大雁空中喧哗，当年我弟兄在徐州失散，大雁空中喧哗，今日古城相会，又来喧哗，真乃鸟中之临幸焉。难来言，不知得当头交，只交得官安云长，后将英雄心内好笑。参见二爷。罢了，你二人前来此审，奉了大爷之命，请二爷进城。你二人先行回去，你也随后就到。遵命。马头在大营楼。是。先连那环。
朝说为何有何处人马喧哗，何处人马喧哗，太阳人马无处投奔，故而在此喧哗。其二也，乃是太阳人马无处投奔，故而在此喧哗。听我吩咐。是，叫他们远归乡者开门上台，不愿意归乡者上银两，各自去讨生。下面听着啊，愿归乡者开门上策，不愿归乡者上银各自散去。我等散去。做什么的？孤臣县令讨敌相盼，迎接二爷进城。好着，查。其二爷，孤臣县令迎接二爷进城。不用下去。不用下去。叫我们王掌柜。叫我们王掌柜。二爷他们上来了。打下去。是。下去。哎呦，下去。下去，下去！好小子，你官报私仇啊你！哼！二爷他们下去了，马兔在大营喽。是，军卒官们相对。快有请，有请二爷。二弟请坐。马驼在见过大爷，与大爷叩头。罢了，一路辛苦，下面歇息去吧。还要伺候二爷，一路劳乏，你安出去吧。遵命，真的是一路多辛苦，今日才得安。二弟，
备得有酒与二弟接风。多谢大哥。酒宴摆下。二弟，诗仙曹寅一十二载怎样逃出虎口？弟在曹寅后。二弟请过来。大哥何事？二弟请上受兄一礼。大哥失礼为何？二弟在曹营一十二载，保定而为皇嫂，今日又千里寻兄，受尽千辛万苦与兄我多谢了。分内之事理应效劳，与兄告退。请便。哎，大哥大哥，小弟的人情怎么样了？哎呀，只顾与你二哥讲话，将你的事情就忘怀了。哎呀，他都忘怀了。无妨，三弟在此等候，带我进去。哦，多谢大哥。哈，二弟请上，受与兄施一拳礼。大哥失权力为何？适才在城外，三弟得罪于你，稍时叫他跪在你的面前，你要多多的教训。弟不敢。自家弟兄是什么不敢？你打也打得。越发不敢。遵命。这便才是。哎，大哥，大哥，小弟的人情怎么样了？三弟，你二哥他愚怒未消，你要小心伺候。哎，大哥大哥，还是与小弟我一同进去的好。你自己的事情自己进去。哎呀，一同进去的好，一同。啊，他啰嗦了。我又他啰嗦了。自家弟兄爬着火来，带咱进。那去老腿，你哆嗦什么？有你张三爷做主，带咱进那去。
心中烦闷，不免看世家一门。一草林，一日与二位皇嫂三次问安，如今来在宫城，难道是非错此理不成？待某去至后面，问过二位皇嫂金汉啊，何人在一次夜人的这他张我当时何人，原来是张三爷。哎呦，张飞，张飞，张飞，三将军。哎呦，哎呦，小三儿，小三儿，小三儿们，鬼在尘埃，问了何事？石才在城外得罪二哥，特地前来赔罪来了。桃园结义，实至同生死，三弟何吃此言？快一快，请起。嘿，真是有情有义的好哥哥。好过张三爷，好过三将军，你只顾一时之保留，不管旁人之存亡。当年我弟兄在徐州失散，与兄吴中曹平之际，困女同山，那曹操拆去张文渊，顺顺与兄相曹，本当不想，那因二位嫂嫂实在下邳城中无所依赖，无奈与张辽月下三世，曹操渐渐阴云，兄自进曹营，那曹操三日一笑颜，五日一大宴，上马献金，下马献得银。此袍怎马，
大兄虽然恩厚，我在朝廷无一日不思兄，无一日不想你。统领人马攻打瑞南，在阵前他与孙乾到达过在河北袁绍军中，此事未变真假，我挥斥许昌闷闷不乐，轰然大过是陈真先生前来下士，特着大过阴险，连此曹国回避高挂，不用相见，万般无奈，寡人奉亲谢见此曹，保定二位嫂嫂受尽千辛万苦，时装来在古城会见三难弟。见了愚兄一言未发，提枪就问此二过，我这一枪死得可好？呸呸！你这一枪刺得不坠紧要，先写刺了我的家难兄吧。后面采阳追赶人马，与他外难亲戚报仇，愚兄过关斩将，我的历尽加一尺，你赐我三统战鼓，十名小旗，蒙恬护佑，我斩了采阳，我若是斩不了采阳，我的红头断送张三爷之手。二过，我这。话也说明，我要回转蒲州下燕梁去了。二弟，三弟跪在陈崖，任凭你的教训也就是了。你再若如此，愚兄我也跪下了。大哥。二过，二弟请起。大哥。
桃园结拜一齐同，乌牛白马济苍穹。虚正十三国臣会，二国可算大英的雄。大国是英雄，二弟三弟俱是英的雄。二弟，大哥，二哥，三弟。